近日，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节目组官博晒出了姐姐们的第三次公演造型剧照，小编一下子被吴昕给吸引了。吴昕这一次公演上的造型和蓝盈莹、黄龄三人穿的都是金色和黑色的造型。三人当中，吴昕的身高虽然不起眼，但她的身材丝毫不比蓝盈莹、黄龄差，身材比例相当优越。金黑色拼接的露腰上衣搭配上紧身短裤，脚上穿马蹄靴搭配上黑色中筒袜，加上一头大波浪长卷发，相当的时尚。当天的妆容以及发型也很给力，布灵布灵的亮片连衣裙和泪珠眼妆，颜值也是三人当中最出众的。为了舞台效果，也为了这一身金色亮片上衣搭配更好看，吴昕将留长的头发也染成了金色，一点不俗气不说，还特别衬肤色呢，显得她的皮肤特别白皙水嫩，也能够起到很好的减龄效果，看上去特别年轻范儿，活力满满的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